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嘟嘟可碰碰历险记双份装药解决难题，元神炸弹人泡泡糖，元神 5.0 纳塔活动攻略。嘟嘟可活动第二关，这关是有威力增强的道具，左键放炸弹，右键引爆。吃了威力道具之后，更容易砸到自己了。注意别把自己炸死了就行。依旧是炸十个怪通关。打完收工。